我们祁大民俗风情园就是以这棵祁纳为主体，然后这棵树是1460年中科院的古木专家鉴定的结果。这个梧桐树长势也非常好，生命力很强。对这棵树的养护吧，就是说是一个星期浇一次水。梧桐树本来就是很吸水的一种树种，就是说是一年两次施肥生番。 一个月表面，这个土地松土，这块工作都做得特别好。防虫这块的话，就是说是树基本上这个树种对虫子还是有很强抵抗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是它的主干，这个主干部分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粗。我们已经走到它眼前了，这个树大概要7个人才能合抱一下。然后它上面是有几颗主要的这个枝干，是7个。 主干，如果有一棵主枝，就如果说是掉了或者怎么回事，很快会在旁边长出来一棵，始终保持7个主干。大概这根主枝是97年一场大风，它是当时就说垮下来了，这旁边就很快就这个枝就长出来了，也就是10多年的样子，就长得有这么粗。 当时我们把这个就是在上面雕的字儿，中华铜，7棵主干，寓意特别多，主要寓意就我们祁县和田地区7个县，一个枝代表一个县，也是一种巧合，也是很这个形象的代表我们和田地区。